台中五峰讲堂不管在界，联络电话控诉2238-9987。一月二号礼拜日，药师如来殊胜功德日，善行甲恶行成一千杯，药方上帝万寿，上午九点，家己慈悲湖，降伏在天祈福法会，甲新春团拜。联络电话：家己讲堂0525-5888，家己中心0521-6700，和睦中心0523-8348。二月四号礼拜二，献给千佛殊胜功德日，善行甲恶行成十万倍。上午八点半，河村技术学院大化校区篮球场南区联合举办降福在天新春消灾祈福大法会，点万灯，降万水，福星。联络电话：高雄慈悲道场0731-1656，高雄红沙中心0771-3522，高雄林雅中心0772-1749，高雄油厂中心0735-4369，高雄生命书房0221-2323，王恒流通处0783-1120，慈悲流通处0381-7809，高雄工山中心0722-2555，高雄基山中心0669-3636。二月五号礼拜三，上午九点，万丹慈悲超度道场，不管在界，献十供，护身，点万灯，降万水。联络电话：0875-1608。二月六号礼拜四，关圣帝君回生，上午八点半，台南万道分区北关斋界甲消灾祈福共灯法会。联络电话：台南道场0621-3111，台南西区中心0625-9177，台南新亚中心0625-2367，咸水药师道场0625-2170，高雄路德中心0706073377。敬请十方大德踊跃前往参加。阿弥陀佛。喜迎春，接富贵。生命电视新竹地区举办新春祈福财神法会，恭请海涛法师主法。日期1月30号星期四，大年初六，上午10点半开始。地点：慈悲基金会新竹分会。地址：新竹市东大路2段3号2楼，东大路北大路交叉口。联络电话：新竹分会0354566691，缘起佛学会0354566692，新竹中心0353-7368。可将家中财神宝瓶带到法会加持，文化中心内可停汽机车，请善加利用。圆满新春照福田，生命电视苗栗弘法禅院举办新春祈福药师法会，恭送药师经，点万灯，供万水，十供养，即围炉享宴，恭请海涛法师主法。日期1月31号星期五，上午9点半开始。地点：苗栗弘法禅院。地址：苗栗县诗坛乡竹木村北庄37号。联络电话：0379915135，0373-6026。上午8点半，于苗栗车站右侧新竹客运对面备有接驳车，协办单位：苗栗菩提道场、苗栗免费素食结缘中心。Thank you.
上最大的恶业，莫过于杀生害命。最好消除罪障的方法，莫过于往生。金山活佛曾如是开示。往生能消弭杀生的恶业，减少灾害的发生，也能与大地生命广结善缘，不再与众生结下恶缘及仇恨。我们不仅希望动物获得安乐，特别透过实际的往生，愿能带给他们真正的自由，平息动物们即将遭受的伤害及死亡的恐惧。莲花生大师有说，如果你能够救一只要被杀的羊，等于出家一世的功德；你能够救一只野生的羊要被杀，等于出家七世的功德；你能够救一只牛，那更是功德越大。所以我们救的体积越大，那功德力也越大。不当然就很单纯，你给他买多一点，然后说好皈依，那以后不要再杀牛，好，他就改了，因为他们很单纯，而且上师慈悲感化他们，这上回有很多杀牛户一起很虔诚的这样子的忏悔，所以我们那时候也很感动。慈悲的海涛法师再一次地到达雷，总是尽己所能地抢救牦牛等物命，希望他们免受屠杀之苦。无形中，当地的四载村民感受到师父与菩萨们的护身善行，让他们渐渐地放弃杀生，不再买卖众生血肉。我们一心祈愿，愿所有生命都能脱离刀俎的恐惧，获得新生，无忧地享受生命的美好。牦牛非常聪明，所以他们有自己的族群，二三十只一个族群，二三十只一个族群，照顾得非常好。所以他们当地的人，包括藏人，如果迷路了，就牦牛请他们带路，他就会开路，所以牦牛智慧非常高。那牦牛长的地方至少在3000公尺以上，所以他们出钱买了一部车，帮忙载牦牛上到10个钟头的山上，那他们就方便了，因为他们以前不太方便。那这样就有一部车，随时可以载这个牦牛，然后呢？他们就一辈子自由在那边了。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
舍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语：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当我们看见动物面对屠杀时的惊恐表情，恻隐之心油然升起，而这一念不忍即与大悲观音产生共鸣。师父说，若能进一步保护生命、救护生命，则是在例行诸佛如来的慈悲大愿。实践菩萨之道。护持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